你好，我这边是海市云开心理救援中心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想跳楼，我想自杀。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不想输。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？我跟别人吵架了。让下，让下，小哲，怎么了？走过，快去看看你的西装外套。你就是贺顿，没错。不好意思，我一直没有看手机，所以没有看。让过来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，不管你做的多好，不相信就是不会相信你。尤娜，即将和大家见面，那坐在我旁边的呢，就是我们压箱底的大宝贝，著名的咨询师贺顿贺老师。让让，别拍了，别拍了。这边是我们的工作区。崔太医呢？让崔太医出来。太医，你终于出来了。请问你是？有话好好说，这太危险了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理我了？你为什么不给我发消息了？你对我的怨言，我全盘接受，全听你的。你干嘛牵他手？你有什么关系？果然是你。浩浩的飞机都要起飞了，别赶上了！混蛋，混蛋！说好了不出国的吗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的老爸？最近这段时间是如鲠在喉，如芒在背，如坐针毡。每天晚上我躺到床上，干瞪着眼看着天花板，眼睁睁地等天亮。再好吃的东西到了我嘴里，都味同嚼蜡。可我跑遍了各大医院，他们都说我没病。主任，我是不是中邪了？王支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新郎把新娘抬高点，再高点，再高点，再高点，哎，再高点。哎。没事吧，宝贝？我有事。这就是你妈挑的影楼，看拍的都是什么？这婚纱是我妈朋友新开的店，想着光顾一下生意。婚纱和拍照我都忍了，但反正婚礼我们不是一早就说好了吗？现在你妈一说白色会下就能改成中式，你们到底有没有尊重过我？到底是我结婚，还是你妈结婚？但是我妈说的也是为咱俩好，而且我妈还说了，你妈说，你这么喜欢听你妈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老婆，对不起，是不是看晚了？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，哎，看完。
再说原不原谅我，好不？莎莎，有什么事咱们回家说，把今天婚礼的事弄完啊。回去，你怎么教训我，我都听你的。你这个女儿太难伺候了。我们都是难伺候。一身黑摇骰子的。叶先生，这个独栋绝对满足于您对多层空间的需求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认不认识装修队的？我刚搬到隔壁。你不是那天晚上在何顿？我找你很久了。叶家辉，29岁，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京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，毕业后前往国外深造，一毕业就收到了日本国立精神神经医疗研究中心医院的录用信，工作仅一年就成为了院内最年轻的日本精神神经学会成员，却在一个月前放弃深造直奔海事，合理吗？你之前知道他是做精神科医生的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们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喝完酒以后还吃药。哎，好嘞！我女儿喜欢吃，我给您拿的切好的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好。来盘肉吧，新鲜的，来，新鲜的。